挨投诉肯定是会挨的，怎么能不挨？唉，经常被迫当救世主，救不动啊！这游戏救得动吗？真救不动。而且现在卖挂了，卖什么的，感受一下。下载就已经很好了，如果再打得好一点，我也不是太有办法。FPS 游戏的话，它其实挺无奈的点就是，大多数时候啊，大多数时候需要你做到识别，然后响应。哎，怎么打到我的？哎，要死！这个位置啊，被发现了。这个好位置吧。Double kill. Triple kill.算点位又开始不准，好奇怪。Double kill。
kill! Triple kill! Mission success. Well done.我现在只剩意识和反应了，定位一塌糊涂。那这是肌肉的问题，肌肉的问题好修啊，好修。肌肉的问题就修肌肉就行了。这个其实是定位精准度的问题，就是你的手跟你的鼠标不太协调。不太协调的原因是你甩出去你的就是你的计算点位。啊，你看我平时经常说计算点位什么意思，就比如说我要让鼠标移动一厘米，那你最终鼠标有没有移动一厘米，那这是说不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就算鼠标移动一厘米，你屏幕里面的比如说一厘米要对应的是比如说转十度吧，好不好？那你屏幕里面是不是转到十度了？如果转的不是十度，那你就要开始补偿，补偿的话基本上是200毫秒以后的事情了。你正常如果反应速度特别快的人，他是从200毫秒开始补偿的，200毫秒开始补偿，那是什么概念？从200毫秒开始补偿，哎，要死啊死！开始补偿完了之后的话，你最终落点，比如说又要反应，重新再拉200毫秒，所以你很有可能完成一次狙击的一个时间是在400毫秒左右，就是甩、定位、补偿、最终开枪。哎，那这个时间就偏长了。这机器人吧。所以呢，这种调整，这种记忆啊，其实会忘得很快。这种就是所谓的手感，记忆手感。所以我平时在弹钢琴的时候，我老师就说了啊，不要按照手感去记忆，要记谱啊，不要记手感，因为你记手感，手感它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事情。就是如果你记忆手感的话，很多时候手感会随着时间的增长，然后逐渐的忘记，逐渐淡忘。你看淡忘了之后的话，你之前学的就没用了，这个就叫还给老师了。哎呀，所以一定要，就是一定要有一个，就相对来说更科学的一个记忆方式。哎呀。Fire in the hole!
哎呀，跳起来还给雷雷炸了一下。哎呀呀呀！哎呀，好长好长的刀，一堆 AI 举报撑死一小时。AI 的话现在确实不好举报，但是很好认。现在呢，就是卖挂的呀，就带着那什么，带着他客户一起来打，反而让客户很爽，客户就花钱买了。哎，怎么就这张图？我得把这张图平一下，不然一直出的都这张图，我觉得不对，我觉得不好。看一下支付宝，稍等一下，我点个支付宝的小鸡。
Triple kill. Grenade. Multi kill. Grenade. Mega kill. Ultra kill. Grenade. Fire in the hole. Double kill! Mission failed. 哎，这还会打鼠标？其实应该早一点换狙的。高手都是普通的 GP 级平准度的。Sorry, I don't understand.屏蔽掉吧，这张图打的不太有意思。虐菜才会那么打，虐菜啊！哎呦，不会吧，这他妈有挂呀，这个。Grenade out! Fight! Grenade! Double kill!Kill. Triple kill. Multi kill. Fire in the hole. Fire in the hole. Fire in the hole.Mission failed. Double kill. Triple kill. Multi kill. 严重怀疑对面是不是开挂了？没有啊，我的队友这打不出去啊，我这出来的话就只能赶紧先换狙了。这空间比较小，然后我们右边二楼的话，正常右边二楼的话被占住完了是非常非常伤的一件事。所以右边二楼一定要尽快拿下。你左边丢了没事啊，这他们如果打不过来的话，左边你一把狙就能看得住。如果那把狙效率比较高的话，啊，就反正延迟比较高，完了，就是这个击杀速度比较快的，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
top. Grenade!右手一个，咋的吗 ？Fire in the hole! Grenade! Double kill! Grenade out! Grenade out! Grenade! 他怎么来了？压住打，这要是打成这样子了，基本上就没有回天之力了。Grenade out! Headshot! Double kill! 十个杀敌数。
Grenade! Double kill! Grenade out! Grenade! Success. 哎呀，好长的刀，他这个刀威力好大。这样子我就在家挂机。逆战队高画质支持不好，高画质的话就是会全屏放光，会有重影。它这不是重影，是那个 glory 特效，glory 特效，就是，就是它的四周会有那种辉光。结果花了一秒的时间。回忆了一下这个头饰是什么意思，然后突然忽然开了，缺了大德了。Double kill! <笑>哎呀！剩下小号了，太可怕了，最近匹配的。这人的定位异常的准确。
shot. Double kill. Mission success. So, 完了一天了。